阿娘喂，头家又来直播啊，紧的哦，救人哦！你早间面筋白无十二十条啦。我妹。我跟你讲啦，人客啊，人客啊，啊在坐啦，还在坐。你有你女儿那套哦，才不要嘞。哎、欸，这个没有美颜，好丑。没美颜啊，没什么颜。哎呦，把你人呢要收一万人啦。阿娘喂，头家又来直播啊，紧的哦，救人哦！阿娘喂，你早间面筋白无十二十条啦，阿娘喂。好啦，快口罩都拔起来。神秘感啊，我妹。什么？这个哦，没有药、哦。有啊，药在里面呢。这个比较快了，这个吃马上有效。帮我试吧。这个吃马上有效。笑笑笑妹，早两收胖呀妹，阿娘喂，胖胖到变成那样，你也看麦了。他们都踢了哎！你被踢一下，我比老大还可怜，手受伤。他们都没穿外套嘞，需要卖外套，外套1200嘛。要捐多少给乡长？捐两百。我跟你讲啦，人客啊，人客啊，还在坐啦，还在坐。你有你女儿那套哦，才不要嘞！哎、欸，这个没有美颜，好丑。没美颜啊，没什么颜。哎呦，把你人呢要收一万人啦，这是老大当副长啦。对啦，支持老大做副校长啦，校长往上做啦，一定要做公益的，公益要加减做。支持老大拉切安尼啊，喂，你莫安尼写哦，虽然我安尼想，你莫安尼写出来哦。大家晚安。板娘答应买812，你刚看伊面相足晒，你是无看的啊？买812。我想说我没有输，今天输的是政策，今天是输的是政府单位，所有。网友可以建议我的路，我都去问了，基本上都是没有办法租借得到。我可以认输，但是我想再说最后一次，输的不是我，输的是政府，输的是所有的政治。大家好，我是廖老大。大陆的网红说我比我们台湾的车不快，我除非想证实台湾的汽车工业绝对不输人家，所以我今天自费打造这台车。我今天想要跟你们说，你这台车子奥迪 TTS 已经如期完工了，然后昨天进入了开始路测的阶段。昨天的路试的结果，0到100公尺，我的秒速比他快。接下来我需要一个1公里的长度来测试0到400公尺，因为我们跟他的约定是0到400公尺，谁的加速比较快。而且我有答应过，2个月内如果成绩做不出来，我认输。我想说我没有输，今天输的是政策，今天是输的是政府单位。所有网友可以建议我的路，我都去问了。基本上都是没有办法租借得到，我只有发文给相关单位，就是台中市政府。我确定市长有收到我的文，我请他借我一个比较偏远的道路，比方火力发电厂，或是大甲院里那边的路，市长并没有同意。我想说，各位伟大的网友，如果你们知道哪有路有1公里长可以让我测试，我付费租都可以，是不是请你们大家帮忙帮我注意看看？有没有条路可以让我合法的去使用做成绩？我不希望把我的车子半夜上高速公路，半夜上西滨去测这个秒数出来。如果秒数出来的媒体问我，我怎么说？是不是让大陆的网友笑说我们台湾成绩是做飙车做出来？我是最讨厌飙车的人，我不能带头做坏。我只能说，如果这条路接不到，我就放弃做这个成绩，我可以认输。但是我想再说最后一次，输的不是我，输的是政府，输的是所有的政治。我很痛心的告诉你们大家，希望所有的网友能够尽量帮我想想办法，也帮我分享这位新闻，谢谢大家。
难呐、啊。谢议长拄好有在直播间呐，伊讲当然要帮我到三港啦。当我希望想法是，谢议长讲，会使帮我们测测中心无？天虹高铁站那边其实就是啊，现在还没开发起来，所以那时候两年都举办了啊封路哈、哦。我有看到这讯息，那我马上就是看来协调。我甲前年过有两个月，多年看遐片哦，我甲有两个月要输赢了。你公文行两个月一定袂够的啦，就是输啊嘛。啊，当然袂使怪政府讲公文行慢啦，咱袂使安尼共怪啦。当然就是规定，就是安尼规定嘛。公务员嘛，公务员嘛是歹做的所在啦。啊，所以我就选择安尼就卖啊，放弃啊，台中港卖。所以协调到尾也肯肯少啊，但是行公文的时间是也伤长啊。不是我无愿意送公文啊，是送公文的时间伤长啊。基本上你20天一定就到位啊，20天到我就输啊，啊，到输啊嘛免走啊。其实即马我上希望的啦，上希望的是彰化的车测中心啦，因为车测中心内底是上安全的，伊的所有腹地啦，伊原你话像这个内底就是设计就是要来试车用的，所以安全啦，伊的跨度啦，伊的长度一定是拢掠到足拄啊好的。啊，车测中心我嘛去甲问啦，伊就讲无接受外车，会接受外车入去试入去车测，但是无得接受外人入去赛啦。伊讲伊要帮人赛啦，啊，讲即个这大林市吼，大啦最重要啦，叫车中心人帮我赛，你讲要赛200千，嘛无可能啊，伊至少要赛2000的。所以车中心人讲一定系赛，我就讲安尼就免啦，你赛你赛袂出来啦，因为大家比赛是零点几秒咧输赢啊。谢议长拄好有在直播间啦，伊讲当然要帮我到三港啦，当我希望想法是变谢议长讲，会使帮我们车测中心无？谢议长嘛讲要帮我找路啦，其实讲即个我从何希望是找路，找路就是造成老百姓无方便啦。我今开这个要政府借路。
后摆别人开变啦，我嘛是一个普通人啊，所以我今日我要求政府一条路照啊，照啊去遐走。啊，连讲啊，人过讲，政府讲我要照一条，大家拢要照一条，确实是有难度啦。政府嘛，政府官员嘛，政府官员你歹做的所在啦。当然，我今日照无路，我一定是真失望的啦，这是一定的啦。今日因为照无路输，当然咱定失望的啦。因为边个讲，就像我讲，我今日过讲过一两句话嘛。第一，恁台湾，恁台湾有禁的车无？对吧？这你有听过？我们在电话一句你有听过无？恁台湾有合法的临时赛车场无？这是你刚讲的两句话嘛。所以其实上安全的方式是叫测试中心的。啊，测试中心本来就是一条你汽车的所在，本来就是较安全的，伊本来就规划好啊。2020、2021哈，啊，彰化都有举办赛车节，那我们也是那时候啊，一个协会极限赛车协会来拜托我哈，看可不可以把路权借给他们。那我们田丰高也在那边，其实就是啊，现在还没开发起来，所以那时候两年都举办了啊封路哈，啊，然后。在那边呢、啊，也现场也吸引了好几万的观众来、哦、所以我有看到这讯息，那我马上就是看来协调，那看可不可以把这个事情来完成。在第一例的时候啊，就是经历了那个超压的问题啊。那很多热情的同行店家就送了很多 whisky 啊，各种大大小小的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跟技术上的帮忙。那在当天晚上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吸压阀改成2颗38的，那另一颗呢就装在这个居士涡轮的派克上面了，啊，就这个位置，因为其他地方真的没空间了。然后顺便我们也把这个芭蕉啊，原本的 whisky 出口啊，也修改了一个角度啊，那看能不能吸得更好。那之后呢，到第之后的拉马力呢，就发现这个吸压两颗又太过度了。那这个压力呢是呈现锯齿状的，也就是说威士忌打开的时候吸太多，所以它会有一个高速频率的一个锯齿状抖动。那后来我们又把它修改了一下，那后面马力图看起来就比较稳定一点。那这个车我们还装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水压表，也就是冷却系统里面水压，很多人都不了解啊，就是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啊，我们在这么大马力之下，我们的最高水压会是多少？那我们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个1855缸机，水压大概是在1.3个bar，就是当你全油门拉高转速出现最大马力的时候，大概是这个压力。那为什么我们要装这个水压表啊？主要是想要知道这个发动机啊安不安全啊。那旁边也有个空燃比基尼可以看到，然后右边还有一个汽油低压的压力啊。那这些呢表都可以触发出一个接地的干接点，当它超过上限啊，就是发生鹅浪的时候，它就可以触发我们的这个涡控，那进入基础压力啊，保护我们的发动机啊。所以我装这些机械表的原因主要是要去触发一个安全的机制啊，就是所谓像做机械的这个加 interlock 啊，就是预防它因为哪里失误啊，比如说为什么要有汽油压力表，你有可能低压泄漏啊，或者是保险丝烧啊。不喜欢教人家如何怎么改大马力啊，我喜欢分享说你如何把你的车改得安全稳定不会坏啊。那我们今天分享这三个表，然后它当它触发警告的时候会送出一个接地的干接点，然后这个涡控呢又可以有两条输入，但事实上我可以把这些所有干接点都并联，只要任何一个地方出错哦，我像我这个油箱里面还有一个油位传感器，它还会送出一个接地干接点，只要任何的一个触发干接点，那涡控就会切断这样子哦进入保护，因为我们外加了太多东西，你这些东西其实全部都要做一些安全的机制，就做一些 interlock， 不然我们人驾驶在开车里没有办法去眼睛瞄那么多表。这些表其实我在拉马力我也看不清楚，我需要用手机把它拍下来，然后自己再回放，然后再去看。所以人的眼睛啊，你看路都没有时间，怎么能看这些表头？所以这些表头要自动自发的去产生一些保护的功能。因为他们跟我约是跑0到400公尺，谁加速比较快啊？他们现在的记录是8.93秒，他的记录8.93秒啊，亚洲记录是8.62秒。哦，我们的目标要破亚洲记录了。
有，他们跟我约是跑零到四百公尺，谁加速比较快、啊、他们现在的记录是8.93秒，他的记录8.93秒，他亚洲记录是8.62秒。然后我们的目标要破亚洲记录了，啊，亚洲记录如果有破的话，我们做一台破世界纪录。那、啊、现在目标最少怎么样都要破8.93秒嘛。啊，这样成本要多少？再开起来呢？7-8万吧，就一台车子的钱。零到四百公尺，关键在第100公尺。啊，其实后面200到400，大概都1000多匹啊，差不多了。就关键在起跑速度快嘛，是轮胎跟起跑的引擎转速，还有起跑的涡轮压力，还有轮胎的胎压，反正就是要把0到100最好的条件试出来，对不对？0到100条件怎么样是最快的？直播不都很丢脸，有什么丢脸啊？大声点！安尼阿伟，你有变嘉宾金嘞？嘉宾金，人客啊，人客啊，还在坐啦，还在坐，好等的啊！你足久无来呢，来快！这里没有姓王，这里没有姓王的，有啦！哎呦，破万了，破万了，要修哦！叫岳父，你卡到，卡到，你卡到，唔惊我甲你供灯，还要叫我早嫁哟？哦，我看了。我叫早嫁来卖物件啦，稍等尔。啊，你要跑早嫁，你脚骨还有够用嘞？你跑早嫁，脚骨还有共断嘞？你脚骨够用啊无？那妹妹来爸爸直播一下。啊娘，我昨讲一面才卖二十条尔嘞，你无我骗，我叫早嫁来安尼。没关系啦，直播不是很丢脸，有什么丢脸啊？做慈善。爸爸买一下毛巾做慈善。哎呀、啊，你说毛巾250捐50块啦。毛巾250捐50块。啊，你看着镜头啦，给徐院长啊。好。啊，讲啊，给徐院长啊，给徐院长，讲买毛巾不会尴尬啦，帮我爸买毛巾，这样说，帮我爸买毛巾啦、啊，买一下毛巾250。嗯，我爸爸很可怜，卖毛巾都卖不掉。爸爸可怜，卖毛巾都卖不掉。讲台语跟爸爸这样讲，安尼啊，我立马买一个面巾嘞，啊，两位嘛买一个面巾嘞，较大声的啦，快点。有人买了？有没有买？有吧。你跟他说你不要随便call嘞，你跟他说，你有真的买假的买？他问你是真的买还是假的买？妹妹很可怜，妹妹很可怜吗？不会啦，阿、啊、娘，我这早起要开多点钱，好不好？阿、啊、妹出来帮老爸买只毛巾的哦、喔，快点说，搞老爸买只面巾的，买下面巾，讲台语啊，搞老爸买只面巾的，搞阮老爸买只面巾，搞阮老爸买只面巾的，搞阮老爸买只面巾的，感恩啊，感恩，大声点，感恩啊，感恩啊，阿、啊、娘喂，快点啦，大声点，安尼啊喂，安尼啊喂，你有变嘉宾金嘞？嘉宾金，人客啊，人客啊，还在坐啦，还在坐。哎呦，破万了，破万了，要修哦，好等的啊，你足久无来呢，来快。这里没有姓王的，这里没有姓王的，有啦，啊后来无就当的啦，就当的啦，周哥哥啦，来，那有没有姓王有什么差别吗？你都、啊、叫你的，你管他干什么？来啦，快点啦，你赶快讲一讲，赶快上去睡觉了，你们要上学吗？要。王当哎呀，你足久无来啊嘞，甲阮爸捧一只面巾嘞啦，感恩啊！来来来，讲完就走了，走了。王当哎，足久无来，甲阮爸捧一只面巾嘞。啊，感恩啊！你也无讲啊。感恩啊！安尼啊喂，你重来重来重来！王当哎，我再讲一次，王当哎呀，你足久无来啊嘞。足久无来啊嘞。阿妈甲阮捧一只买只面巾嘞。我捧一只买只面巾嘞。感恩啊！感恩啊！王当哎，足久无来啊嘞。跟爸旁牛家平顶的，感恩的阿娘会。OK， 阿娘会办几个，明仔再搁卖20条，你就惨啊！叫岳父，你卡到，他妈你卡到，唔惊我甲你供灯。目前这个 TDRS 进度已经完全完成了，就差了一个引擎盖的部分了。林毅的测试目前做出来最快的成绩是2.16秒。我有把握，绝对可以破杰尼龟的记录，没有问题。另外。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跟相关单位申请要封路做进行第四个加速的测试。我预计在10天左右，这个封路的条件会下来，我就开始公开的测试。我在这次做测试04的加速比赛的时候，我会邀请所有的电视台，以及包括所有的车友、媒体到现场来参观。我车上会装3台车辆的机器来证实我没有造假。
好，我这是一个公开的，我知道98.93秒是一个没有人看过的记录哦。我要大家公开在全台湾的媒体面前。大家好，我是廖老大。很久没有上来传视频了，这几天都在赶着那 GDS 的进度。先跟各位网友报告一下哦，目前这 GDS 的进度已经完全完成了，就差了一个引擎盖的部分。那引擎盖部分现在在海关还没有领回来。那这台车这两天已经开始在进行做01的测试了。01的测试目前做出来最快的成绩是2.16秒，我有把握绝对可以破杰尼龟的记录，没有问题。我想在这里再跟杰尼龟你提醒一次。你曾经在公开的视频说过用车牙也行，所以当我车牙记录刷出来的时候，请你履行你的诺言，捐款100万直播给红十字会。另外，如果我一样4月15号以前我没有办法刷下你的成绩，我捐款100万，我也全程直播。好，另外，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跟相关单位申请要封路做进行第4个加速的测试，我预计在10天左右这个封路的条件会下来，我就开始公开的测试。我在这次做测试04的加速比赛的时候，我会请邀请所有的电视台，以及包括所有的车友媒体到现场来参观。我车上会装3台车辆的机器来证实我没有造假。好，我这是一个公开的，我知道98.93秒是一个没有人看过的记录哦。我要大家公开在全台湾的媒体面前。最后，杰尼龟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口口声声一直说台湾省什么的，你不要造成这个两岸的议题。我现在很慎重跟你说，台湾人非常的团结。已经有很多大陆的台湾人私讯我，他想找你聊一聊，到底你对台湾有什么偏见没有？我不知道这些网友，我也不认识他们，他们会做出什么冲动的举动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我只是在劝你一次，不要为自己造孽，好不好？记得，输了人捐款100万，你可以赖皮不捐，你可以用任何理由，但是不只是舆论，还会有人去找你。把自己事情好好的处理清楚 ，OK， 好，大家加油，我们以车会友，好，谢谢每个网友，谢谢。